有每个礼拜二这个时间都是我们大家互相由我们陈理事长为大家共同集这个气，然后加持，带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还有我们家庭都幸福美满，每一个人每几分每几秒都健康平安。另外咱的就静怡啦，还是到泡的阿德音响的当牛啊，还是咱放下身段来帮我们泡茶，校长也一样，还是咱今年啊提供第二，感谢今天不来，但是要来转台一个，我们家有录音，有录音吼，明仔来就忙啊，就上这个电，对，脸书啦 ，Facebook 啦，拍飞，叫伊个子孙拍飞，即马下时代拢会了啦，就看下个这个青云里，七星道，这个网站全世界拢有啊，包括阮查某囝伫香港新界道，伊若拍飞。会去外国，伊会拍开，就看到故乡的消息，这确确实实有影哦。阮查某囝伫台北，六五万国，伊用的时候嘛拍开，因为伊出外才知影讲哦，故乡的消息。啊，咱逐天伫遮有感觉什么话？这是人就是安尼啦，所以我们珍惜，因为时间非常的宝贵，再次祝福友宏、慧然，要能够考上你宝贝千金嘛。考上高考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哦，万中取一二而已啊。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要以最虔诚的心、最敬佩的心来欢迎我们国际大师、身心灵国际大师我们陈理事长，我们掌声欢迎。各位。爱好要健康的好朋友大家午安，今天非常的欢喜，咱的这个阵容不断都会改变，都会增加。今天的增加难得，我们为当然这个，我们为着健康来，这个当然健康两个大的我看用不上滚。超过200公里了，伊不管伊体材遐尼好，拢伫咱台中港，拢推海产，这里，那么食通鲜的鱼啊，所以两个阿婆就有，因这个金毛啊，因这个水果，食会好做生意，嘛食好做生意。拜了个礼拜，两日各位回去都做人事的行李。伊刚刚讲起，好像五花包哟。海鲜包，刚刚是遐阿咧讲水人就咧煎，煎无腐烂包哦。其实是遐人讲啊，特别硬无条的。哦，所以那伊个三伯啊，伊阿阿婆真好，好朋友啊，到小虎。咱建议就鼓励讲，因阿婆钱也着赚，身体嘛着顾。有影呢，阮咧已经来遮几啊年啊，身体若无健康，你真难赚钱，赚那个尾啊钱真衰，逐项袂食，着休去啊。咱着身体顾好，逐项都会食。安尼才是真真正正会健康，所以恁两个今仔日来第一抓肾去来剔水会痛是正常的。什么原因？你父母的国情都要甲泡去，要甲清落出来，安尼才有法度通健康。小可的剔水就是根本有法用，肺都结气，拢要泡好通。你看三伯的水果。哇跳跳如水很顺，活水如水，铁材如水，如钱赚如碗。你看，你基本如水墨，天成你要干嘛？人讲伊做做是无啥人，无啥人要信哦。大家拢嘛呢？那唔搭你讲阿婆，来遮呢？大家到天是年初有缘呢，哇咧，
一切拢无共。啊，咱一爬到了后，直接咧心灵感动，这就是咧甲咱做再训练咱家己的观念，啊，开发咱心的这个队友。哦，啊，来遐逐个咧开讲，逐个有就动作。啊，你看咱细伢伊正，伊正无闲。啊，当初要甲甲鼓励讲，一礼拜休一天来洗头。我说我都做那个生意啊，我都能来吃啊，但是我后来啊，那参加有不免做出来，但是那股子上班了，都是啊，过袂放的，啊，身体就过好，啊，进来了，人家这摆就赢了啵，哈，有法多谈办二十天，是啊，嘛无参加少，啊，加水加赚的，啊，加健康嘛加赚的，啊嘛加交足侪朋友。刘阿德汽车修会这种怎无用呢？啊，人伊会传伊随安，伊会传随报，啊，人家安尼叫人讲，你来看安心无断。啊，我唔知阿德这个头家叫搞唱歌，啊，才唱伊个歌，还佫有带感情呢。啊，莫怪伊莫对伊较好啊。啊，我有当来个助理哦，啊，就咧惊，人伊拢在看呢。因为我呢看你咧看呐，你咧看的是写不一，我咧看也搁较好看。啊，我呐看上古文，我呐蛮富贵啊。咱那朱老师带那个朋友出来一个爬山头，那第一个拍摄相框以外，现代人倒会着呢。看伊那个朋友咧散步时，伊女朋友挂一手笼哦，啊手笼搁搞不脱嘞。我那么现代倒袂着，我看是咧霸主吧，我挂一个手笼，工作手笼哦。有些人性的修养啊，我讲一点点啦。啊，人家搞在很精彩的，啊，人家看起来那些，啊，看那个不不有摸啊。哎呀，哦，朱老师啊，实在有名哦。啊，不怪讲朱老师请来开头，啊，跟咱那到底那呢？变些人有同款，啊，伊咱只有录影起，伊早起伫外国拢有看哦。啊，伊早起一定会发觉到一项。讲因爸爸较早来徛咧讲话，差不多一分钟可能一遍。朱老师已经讲过，唔怕难做。好多条咧，迄个习惯哦，都无老了，伊就要求，无老了，伊过时啊就要求。好，伊这个毛病无去，讲多嘴，这是一人的养成习惯的习惯，啊，惊对人歹势。啊！啊，苦惊苦老了，才想救济救济，所以今非常的欢迎恁两个阿公来吼。啊，你来转来，你在中港去过买海参，才给我服务些。啊，啊，那海参包呢，一日请不吃完的。哎，咱是大家开讲，这就是一个真好，而且的时间，大家来充分利用。啊，我今仔要请咱幽默大师，我听起来袂晓讲啦，伊不按个工具，咱讲啦。来哦，你来遐坐哦，小姐，加啦加五，加啦，加啦，来，你当，你先，爸爸我来了，我坐这个椅子，我来。我即马人考虑了一下哦，考虑白天就变讲啦，考虑了一下哦，较歹看。首先来讲一个百家好笑的阿婆吼，叫魔神阿飞机啦。魔神阿飞机。各位在捌看到魔神阿无？变开魔神拢唔捌啦。就对讲。少年人真爱拍高尔夫球的哦，啊，都每次拢去罗湖球场咧拍球啦。有一日咧，
即个因翁甲因某求爸爸来讲，因翁讲，啊无咱甲喊较大个，讲一个较大个，拍较远一个，跩拍去啥，唔多啥拍去人个厝里去，甲对玻璃飘一个啥去个球砸人厝内去袂啦。我因某讲我当安尼歹势啊，咱两个吼，就赶紧来来来宾吼，共开一个室内。若无共开室内吼，等下老。互相啊，做单处处哦，然后走出来，咱就歹看。咱两个阿婆讲，紧紧来转来去。去到内面哦，伫客厅哦，才看讲哇，呾玻璃哦，好啊贵个。佫看到一个查甫人坐伫遐，啊，这个查甫人嘛毋知是处处还是啥，拢讲毋知啦。因翁入去就甲讲失礼啦。拄仔起来是我讲的啦，阮爸都讲叫我都爱求讲较远的啦，啊，哪会讲一个煞走去恁厝内面来啦？啊，毋是干玻璃破去尔，煞含伊遐一支花杆哦，正水的煞甲弄破去啊！啊，怎啊弄破去啊？这个银行甲回信的刷来去，我讲啊，歹势歹势哦，啊，都阮翁都拄仔唔拄哦，讲了有较大个啦，所以这粒球煞走去才来啦。玻璃破去无打紧，含这个花杆才开讲话。这个人坐伫个碰椅的，坐伫个沙发椅上讲，哈哈哈哈，好滑稽，好，再接拄好。我都伫个这个花杆内面哦，我鼻头足足一名，拢互救伫遮啦。伊讲我是啥人，我就是魔神人。好咧，家在你即粒球讲遮远来哦，甲我这花杆挡互我，才会当走出来。因翁甲因某，即两个阿婆听着讲，安尼，我甲你弄破玻璃，我甲你弄破花杆，安尼阁无要紧，你阁真满意。刷咧，即个讲哦，现在即个安怎讲啦？伊讲哦，我有三个哦。诶，这个做志愿的，发恁要爱写物件哦。但是恁今仔恁两个来哦，我一人给恁一个，啊一个留咧我干掉。伊讲安蛮好咧，这个翁就赶紧讲来哦。伊讲我即马无啥，我即马是哦，拄我只欢喜来咧拍拼来咧哦。我来每一年啊。那有300万块身躯边哦，安尼我就真好生活。这个毛先生讲，安尼好，安尼我即马哦，全甲这个300万哦，先甲回去这个口子，你即马转去看就有啊，哦。银宝听讲，唔敢闹遮好讲的，我甲这个毛先生问银宝讲，啊，你要爱什么款物件？银宝讲哦。我哦，真爱去世界各国哦，去遐游览啦。我拢爱去世界去看看哦。那各所在跋倒去哦，若有一间厝型，我感觉大安，我就真欢喜了。伊讲啊，这简单，你就知影，这魔神啊哦，这个法力哦足大嘞。你若要爱安好，你即马后下你若出国哦，你先去倒位哦，遐就先伫遐咧互你啊。这个两阿婆听讲安尼啊，讲安尼今仔日哦，咱来拍球，搁共弄破玻璃，搁弄破花杆，搁无代志，搁有遮侪物件通坐，搁跩平时无安那了，甲问讲，问这母亲啊讲，啊，你搁想一个，你是要爱啥，啥物啊对你好？这个母亲啊讲。我无希望什么样啊！我爱啥拢无路用。我即马吼，甲你讲，我闭在这花间内面吼，已经闭一千年啊！你即马向家都无我走出来吼，我上台吼，就是吼，你都咱李书记来讲，叫水火的啦，吼、哦！伊讲你若参我来紧张一下，安尼我上欢喜，吼、哦！啊，我都遮侪物件给你啊，啊，你敢袂用爱讲吼，互恁某安来搞我紧张一下？因翁甲某就参详，啊，咱就共提啊提啊吼，啊无嘛无要紧嘞吼。因某讲，安尼无安尼好啦，跩因某跩甲这个母亲啊跩去楼顶去轻松啦，
轻松了吼，这个摩西啊问伊讲，啊，恁这对阿婆恁到底几岁啊？伊讲，阮时也无几岁，才有甲你做啊点物件，阮才三十五尔。这个摩西啊讲，啊，你敢捌看到摩西啊？摩西啊是先做圆啊饼的，哦，你爸安尼较好咧，哦，安遮好骗，人甲你讲摩西啊，你用摩西啊骗你。啊！我甲问我无同咱同年创三百万落去，啊！你叫我说全世界下大陆只拢互恁住，我变最后住同互恁。啊！拜吼，你都唔同安尼，啊！看到什么物件，你都要学袂做。所以这就是甲咱讲啥了，讲做人唔同贪啦，做人唔同贪，哪贪嘞，就地地烂啦。哎、欸，我都观众听见了。好了，继续我讲一下啦。啊，后日代志我好吼，无来骂人啊，无我怎么过发脾气话咧？所以，哈，对，只能讲爱讲话的这九官娘啦，吼，哦，诶，这个九官啦，吼，伫个一个庄家的所在啊，有一个厝主啦。就是种一间这个窑坑啦，啊，这个窑坑哦，那人要来搬家哦，伊就说：“哎，欢迎光临！”啊，这只酒馆哦，就当么子，我那当么学啦，欢迎光临。学这个女人哦，伊嘛要讲啊，搁耍来嘞。那要来搬家哦，伫楼顶啦；要来搬家伫楼顶啦。哦，啊，今嘛那搬耍人要出去哦。伊就安尼讲谢谢关羽，哦，啊，这酒馆哦，有一个古人哦，讲了好真有溜啦。有一日嘞，一个刁徒来抓了一个古人，心情歹哦，全走去派出所甲报啦。讲我甲你讲啦，警察啦，哦，遐有一间刁监哦，每日都真侪人去遐咧跋筊啦。啊，这你唔去遐哦，啊，无你要创啥？这去遐跋筊上好遐。讲哦，遐哦，安尼无我来看嘛咧。迄警察同我穿白衫都起来了，去到位头家也袂发，迄酒馆就先话欢迎光临。都警察就去起来啦。伊讲要挂掉哦，伫楼顶啦。哦，警察起来哦，三三几大吨啦，落来要出去，即个挂掉要出去啊，要抓派出所啊，都改讲谢谢光临。你昨礼拜安尼讲一句话，咱笑笑的吼，啊，对你来讲嘛有帮助，对我嘛有帮助。来遮过头就是要欢喜国庆咯，啊，听你讲一句话，笑去笑笑的安尼哦。混多久，唔只总会看出来。啊，你若要传资料来讲，这个看资料，安尼也对你嘛有帮助。所以安尼遮尼久的时间来，啊，感觉你足足好，爱国足无罪，就是伫这个所在。啊！我今摆要请咱这个三号啊来讲者。各位好朋友啊，大家午安。其实，那大家拢有准备啦，还是讲有这个机会，因为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好嘛吼，这是一个关键啦。伊呐，啊对伊呐，面临来讲啊，三号啊讲者。啊，三步来甲讲一下咧啦。啊，这准备哦，有当时啊，是属于多方面的啦，较常。讲实在啦，咱要讲一寡笑话，我嘛是嘛那真好讲啦。安尼，咱这两位啊吼，你即摆有这个幽默大师的这个头衔哦，那我们呢，咱就啊这个。可以专业化哦，基本上是咱尊荣一下，基本专业人士啊，哎，对，那里幽默哎，幽默大师哦，那是专业人士的啊，就好像说呢，哎，最近哦，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氛围哦，那我们有很多的感受了，那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啊。这个学者啦，这些学者哦，不是每个人都会晓的，所以呢，
我嘛同款啦。我虽然讲伫教育界吼，但是我嘛唔是讲逐项拢会晓安尼啦吼。所以咱呐不同时啊，咱呢比较趋向于我们的专业啊，这样来的话呢，会比较好一点啊。要讲啥呢？讲咱较专业的问题啊，要比较呢，会较骨溜一丝仔安尼啦吼。我来讲这个意思，就是讲吼，你像这学者吼，你较早咱对一寡迄个吼，这博士啦吼、博士啊，啥物吼，我拢足尊重的，我拢足信任的。吼，自迄个这个李远哲吼，我得到这个诺贝尔奖吼，我咱就对这個李远哲呢，感觉那未输那咱死的，伊个行拢会晓。啊，在迄当阵啊。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啊，选到总统的时阵啊，就叫李远哲要变做行政院长。啊，阮老爸哦，迄阵啊，阮老爸已经八十几岁啊咧。阮老爸有一天上向甲我问啊，问讲奇怪，啊，这个李远哲是啥物人？咱那是汉朝遐就是啦，那我逐项拢会晓啦。结果呢，经过无外久尔尔。阿扁啊，就叫李远哲罗创教改啊，结果呢，创一阵无外久的时间尔尔，阮教育界的人哦，就开始啊，对这个李远哲啊，就感觉讲呢，这样无啥路用啦，学者误国，争夺咱台湾的这个教改教育，叫李远哲呢，不过是在做亲善的，甲今仔嘛也在亲善。这是真熟悉的代志啦吼，咱今麦人就是讲吼，这学者呢，并不是说什么都会，他有他的专业，应该呢让这些学者啊回归专业，去做伊专业的工作，唔是讲啊，这学者来做总统就真划算啦，算无算，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咱嘛无需要讲清楚。那我意思就是说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天命啊。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那些不是我们专业的事情啊。你来做一寡不是咱专业的工作哦，有当时啊，你做到呢，满头都是包了哈。那这边呢，我跟大家呢来分享的就是说啊。我们呢，人生呢，随时都在是学习啊，已经嘛是一个学习的社会了吼。人讲呢，这个，活到老吼，有到老安尼，什么代志啊？咱都了解过啊，这就是讲呢，不是咱专业的物件，咱随时拢爱去学，爱去跳开，来提升我们自己。要休息呢，我们理事长，咱理事长吼，咱理事长啊，伊是国民校三年就毕业啦，伊国民校读三年啊就毕业啦。你当初咱的日本时代吼，伫咧战争，国民校三年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啊就无法度读册啊，就三年就毕业啦，所以无读啥物册，但是呢，伊三年毕业了嘞。13岁，伊就入去社，伊就入去社会啊，所以呢，伊到即卖伫社会啊，这个在社会上啊，这个活动了，这几啊十年吼，有甲社会上所有的工作都经历过了吼，都学到了很多的事情。像现在还是每天在学习，你看伊那伫咱太子殿的时阵吼，就足侪迄个社会人士有咧啥物博士啊，啥物局长啦吼，啥物长啦，迄大到袂忘个拢来互伊摸，伊咧该开讲嘛吼，在跟他们这个谈话当中呢，就自然的就传播了很多的东西。他也是他的人也是那个海里的吼，
足够吸收的啦。所以因天啊来太古店吼，天啊真厉害的人来吼，啊两三个吼，等于吼钓吼，哎也步数就拢要进步去啊。所以伊就我常常咧讲吼，较早咱细汉时阵看报纸哦，有一出咧，或者大劫一江山啊。我这大劫一江山就是咧，伊个人就是安尼，甲人相拍吼，啊来互咱拍，啊要死啦，哎，啊就是袂死。啊！即个拍牌，解牌啦，迄工就讲叫无好去啦，啊，就抽牌啦。啊，即摆咧，我就是讲啊，咱顶就是咧大劫一江山啦，吼。啊，就是他跟社会人士啊，啊，这个相处啊，啊，就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啊，在这边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要学会呢，啊，怎么样去处理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啊，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啊，你去用无聊的时候，被人羞辱的时候，啊，你要如何去处理？啊，这边诶，这边有讲啦，讲翻脸呐，啊，避免呐，翻脸不如翻身。人呐，甲你来羞辱啦，甲你批评的时候，啊，你点样避免甲人讲话无效？翻脸不如翻身，啊，不如说呢，啊，你说啊，自立自强，哦，啊，你家己做好，可能后摆唔敢甲你批评，哦，后摆甲你另眼看待，哦，啊，生气了不如争气了，啊，你是不是？哦，生气了不如争气，啊，就是呢，啊，你总归一句呢，就是说你要自立自强，你家己来用，哎，别人呢？啊，做弊的，就系唔敢来欺负你。啊，第二个是啊，第二件事情就是面对反对的意见哦，就是讲别人有咧个反对的意见的时阵，你要安怎去处理？有反对的意见，你要安怎处理？哦，那地位小厉害，一点点讲一句话。伊讲哦，我们要投他一票，投他一票就是讲啊，顺伊的意，哦，伊是安怎反对，你要听，你要听落去。但你听了啊，后边再去思考啊，唔好讲啊，人家对你的意见反对啦，你就啊，就甲人就点遐咧啊，避免啊，就点遐吵闹哦，这样呢不是处理事情的最好的方法。啊，面对反对的意见的时候，你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听，并且思考。过去啊，有一个新闻记者吼，啊，有一个新闻记者伊就啊，咱各个一挂行政院长啊，伫这个公众一身公众人物啊，伫这个政党头前啊，所应对的这个应对的事情的时候，他表现了做批评啊，哦，在那批评啊，在那拍分数，讲，各级那些行政院长都一个，哦，啊，伊上好应付这啊这记者，哦，结果呢，伊就讲，这上好应付的记者就是啥，就是那李焕。李焕他在做嘛，做个行政院长，啊嘛做个教育部长，啊伊啊，记者来那边访问的时候吼，伊拢袂讲啥，伊足厉害，啊，请问部长，请问部长，你怎么样？伊个，啊，都要问了，哦，啊，都第三问，都要问了，第四问了，哦。第五句咧，啊，大家辛苦了，啊，不是来走的啦，啊，用唔捌叫去用骂，哦，记者啊，袂叫个骂，袂啥，啊，伊就做啥啦？我哋阿咧笑讲诶，这就是应付代志诶，迄个五个真言啊，五字真言，就大家辛苦了，
安尼什么代志拢 OK 哈、啊。所以呢，啊，面对反对的意见的时候，唔是个人乌乌了啦哈，啊，就是听啊。第三项呢，啊，面对啊啊，你犯错的时候，你要去应对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啊啊，很多的那个啊。政坛上的人物啊，啊犯了错以后啊，他拢以点样哦，以点样跟人哦，一硬凹啦哦，啊，应该是讲哦啊，最好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啊，知错能改啦哦，啊，凡是的人呢啊，没有犯错的人啊，无一个人从来不犯过错啊，犯过错了你就啊承认过去的。啊，和一个系列的哦，无什么代志啦，啊，没有啊。第四个啊，这个谣言啊，面对谣言的时候啊，这个我听讲讲，那时候听的一个看过哈，一个什么人啊，某某人啊，哎，听一个囝都啊是一个囝哈啊，你听人咧讲话时，啊，你要安怎去应？这个啊，你面对谣言的时候，你说啊，不能不知。正是置之不理的，我们不能够，也不能够置之不理，但是呢，也不能够一直纠缠下去，哦，我们要有处理的方法，哦，哎，你像我这个这回那个刘正宏哦，苗栗那个刘正宏刘县长，老馆长，哦，用建那个也要用他的建的，我他建的那个陈伟霆那个清华大学研究生，哇，那蛮就臭毒耶。我听到讲，哎，我讲的唔够准啦，哦，后摆我若够有这机会，我唔甲讲着啦。啊，这刘正宏嘛，咱大家派人做文章，马甲惊伊啦，哦，啊，我原谅他啦，哦，这政治充分伊个家己承认，啊，这明明都唔对的代志，是咱要被原谅他，这种人不值得原谅，你这就是做代志。那当然是咱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哦，你若讲没有证据的话，我们去办他的话，哦，去把这个，因为你要给他处理这个唔对，他是政治相关的代志哦，嗯，袂使甲信，这信了哦，一定派你，你这陈伟霆什么人？陈伟霆就是，但是历史来时是总统奖，以前咱国家苗栗县的总统奖的，哎，这个是小学生。后来到清华大学，一直到刘兆玄，等于去等于做行政院长，等于清华大学哈，伫咧演讲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东敌嘛，东敌呢，以清华大学啊，新东敌个刘兆玄行政院长吐槽，啊，就成为也是民进党一手提拔的，啊，我是感觉讲，这吼。等于是没有一个什么伦理的，没有一个伦理的，这就是了。啊，这我上大感慨就是讲哦，哎，这个，但最近时代哦，把这个咱的公民道德啦、家庭伦理哦，都拿掉，这个教改哦，让我们实在是，我们这些教育人员啊，平常心讲，我真的对这些事情是非常感冒的啦。啊，那今天高友叫失败。这个，我拄只讲的，李彦哲要负绝对的责任啊！过来讲别人的脸色，面对别人的脸色的时候啊，别人的脸色当然有好有坏了。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不要去太在意啊！我们要做好自己，你做好自己，无愧于心的啊！这个别人呢、啊？对你的脸色怎么样、啊、那是别人的啊，也把人的那个观念的、啊、哈、啊。我记得、啊、我毕业的时候，我的国小老师，我毕业的，我大学毕业哈，大学的时候，啊，我那个国小的老师的已经在做学弟嘛，但是一下。加一个对联好啊，就是讲，伊个对联就是讲，岂能啊，万事如意，但求无愧于心的、啊、
规定各项代志拢足如意，但是呢，咱只要心安理得就好，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啊，第六件呢，上重要是就上重要一件代志，面对横财，啊，那你面对横财的时候，啊，你要怎么去应对？啊，咱因为条条有引述啊，引述我们那个他在我们书中改。来讲的代志，讲啊，要害一个人吼，就安尼常常互伊一动钱足大动的吼，啊，看伊安怎，啊，普通人啊，啊，那去拄着一动真大动的钱啊，我嘛可能安尼恐惧啊，吼，啊，就什么事情就很难处理啦，啊，你没有钱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很难办，但是有了钱的时候，反而呢。姐妹，你在不要走啊！所以呢，这个面对啊这个横财的时候，你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但是呢，就是说呢，啊，君子啊爱财，取之有道。我们这个啊，不该是我们的钱，我们不要去拿啊。这个就是说呢，啊，我们要学习到的一些啊处事的处理事情的啊这个。方法，也就是说你的心理啊，哈啊，这种咱古书要去学啦，哈啊，比较呢啊，有病的时候啊，大家呢分享啊，当然呢啊，大家呢啊都啊多多少少啊有一点收获啦啊，卖光啊中午吃掉啦啊，上少嘛你吃死啦你吼啊，都袂歹啦哦啊，谢谢大家。咱这个吴校长实在是满腹专文章，伊伫教育界啊退休了后，有法度通面对社会应付咧个遐随款，无一个讲这个老一个讲最好长啊最老师诶这个。习惯也不老嘞，也有法度当日落或者出去，安尼实在是无简单。所以各位，咱为什么要来回头爬山，啊，搁要来思考去？敢是为着咱的身体健康？咱才有放下一切来回头，大家都为着要健康，啊，才有来。我利用这个心灵讲座，这个时间，我来甲以我的经验报告予各位最常过。比如讲，阮两个阿妈婆将近要八十岁。阮哪有法度通甲心嘛？也苗阿面春风，也过些健康，原因就多。阮无咧，我无咧气阮某，阮某无咧气我。阮迄群囝，毋免互阮两个甲倒。身体若个健康的话，卖气安甲气火，卖路囝，你才有机会通健康。你若要气安甲气火，啊个逐日天光就伫看囝，伫路囝气囝的话，气大气小，你来回头安怎行都无法度通健康。气落到倒，这各经路拢慢嘞。所以呢，看到我的优点，看到阿的优点，有影。阮先细阿那细阿阿婆较一句，我生活非常的正常，啉烧酒唔捌醉一遍，啊唔捌去怕一个查某囡仔，啊阮某就足放心，无迄个歹习惯。
我若出去倒去，要搁转，再转来，阮某袂怀疑啊，去行无正常的所在。可以啊，这就是好对比。啊，这个我感觉。啊，这个看，啊，安尼就是，就是有法多谈健康。你做你甲咱做你甲看，咱看所有的人，要提来对咱家己本身的教化。阮即几日啊，甲咱徐主任因两阿婆，啊，伫咧行，才咧，才伫咧讲。是安怎？咱这徐主任，伊伫工业区做高级主管退休了后，啊，甲亲妈也有法度当身体的健康。原因就多，因某太温柔，因某讲话轻声细事，拢唔怕惹到因翁就咧生气，啊因翁嘛袂去惹因某生气，则查某囝嘛诚乖诚友好，无惹唔免互因爸母咧担心，去三个查某囝，伊阁无好心。啊，有诶，三个查囝，伊就诚感恩啊，诚欢喜啊。有诶，若较袂晓，我查某专心查某诶，啊无半个查甫诶，干那安静静啊，不出就变就臭衰。所以有法度当一个家后，就先苦逼苦咧讲话，遐尼温柔诶话，翁就健康。所以咱一家人伫咧生活，绝对袂使借助吵吵闹。啊，阮遮一个检讨，有一对翁仔某，少年才即句对某也好，对囝也好，你讲话着大细声，伊咧大声，咧听着人都咧气啊。但是人讲煞啊都无咧气，毋过听着人继续气。啊，若说某个人会去忍咧，慢插袂着好，忍久着成毛病。啊，结果两个翁仔某，甲即句。七十岁左右，两个拢无健康，迄个时间呐，无任何牙签，大细声，各经路拢会去伤着。两个阿妈某，某会去流汗，啊，这个汗都流好，会去大声，啊，会气话，是忍住这个心肝来，忍住内面的话，就会做形象暗病。一个人要健康，一定就爱有条件方法。甲要领，唔免食苦，暗免食药啊！我定下咧鼓励，即周三好朋友，平日咧讲话，咱降较低音的，降气。咱咧唱歌，你若唱安尼唱，安尼唱高音，人听歌的人才艰苦呢，擦一下落，心中人断掉。咱唱一下低音，等我头发甲较好听。大家都想好多，所以咱那个健康一定方法较要紧。来开头是不过一礼拜一转的尔，在咱的厝内面，大家规家人斗阵在咧生活，啊，就一基本观念讲，我这个女人未使无健康。所以若有声看你看那小歌咧未有顺眼，小歌长者发发觉。卖看啊遐硬，我定来咧甲咱这个吴校长因阿妈我伫咧讲，听话这是重要，咬口话无较抓。那啥物代志咧？家囡仔大细，翁甲某，你要甲要求，唔通甲要求啊，收油，粗粗啊就好，大家粗粗啊，大家都是绝对减少破病。所以咱来回头。大家为了健康以来，先话咱要设置一八到后点半，要伫遮大家来开讲。这就是要大家来净化咱家己本身心理上需要的物件，吸收一寡有路用的物件，等下咱倒要用呢。那拄到咱的时岁有机会，咱伫遮听就用用讲给咱的时岁听，去度化咱家庭。啊，咱家庭的时阵先甲大化好起来，才有够资格才去互另外要去大化他人。哦，这各宗教都是古话就咧讲，政治化人，家己经营好，
才有资格去外口去传毒给别人，甲咱同款。这是咱人可贵的机会，这是正黄金时间的需要。咱若无为着健康来回头，咱哪有机会逐礼拜都听？唔等伊讲一句话，互咱笑上欢喜者，无迄个机会哦。就是有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缘分，有这么好的福报，才有法度大家伫遮来做伙来开讲。所以我即摆要请三无安水某，我请爱听伊讲话，伊伫咧讲话，你甲你注意甲看哦。伊伫咧讲话拢是安尼哦，伫面带笑容，啊，人咱愈听愈爱听，听着。谢谢理事长。今天刚刚登短了。下一位小朋友，谢谢。我想说今天我应该可以考古。不要紧啦，那叫咱好，咱就爱抓住机会。所以在座各位哦，大家有机会哦。有人咧建议讲，如果要请谁上来讲话的话哦，事先改讲者。我感觉今麦甲今麦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方式。咱定员意思就是讲，安尼就是叫别人每只人叫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吼、哦、啊家己吼、哦、要勇敢一点，这样才可以得到学习，再更进一层楼，吼、哦、啊谢谢理事长疼爱啦，而且甲大家做在座各位拢讲吼，人与人之间讲话的沟通方式，夫妻的相处之道，吼、哦、啊，伊咧讲的声音的气足重要，真正。我拢感觉伊足厉害，伊嘛要讲 key 呢 ，key K E Y 键盘吼，啊伊讲调嘛转做 key， 啊即卖伊嘛要讲吼天电，即卖咧流行电脑，人间有电脑，天上的电脑拢填到，哇、哦、他很会比喻呢，吼、哦、我咧感觉讲吼，无读过册吼，比新人都较老，啊我有时个想想的吼，这其实有些时候讲实在话吼，学识跟经验。这个是完全不等号的，吼、哦，经验就是一个智慧的结晶提升，学识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特别基础上是需要的，啊，但是经验吼、哦，是所有的精华拢会当互咱去领悟到，啊，你学会到的，啊，做会到的，吼、哦，会当啊，搁家己吼、哦，把以自己的缺点里面吼、哦，再一直修正，吼、哦，要修正这个过程嘛，不简单的。其实吼、哦，迄、那个个性像拢讲我吼，我嘛有检讨过。我以前吼、哦，以前甲我笑讲，我以前麦克风举起来，你乱一直讲，我嘛感觉我好像讲话很快呢。讲话很快的话哦，以前那是张小燕的时代，她在主持，在电视上主持的时候讲话也很快。我以为这样子她可以出名，是不是我可以学习她讲话快一点？有时阵吼、哦，讲了若无好，无定着这样带过去，混水摸鱼带过去。可是后来想想也。那有他，那无他，好、哦，这个就是说，让幸好比较的尺度啊，我就不适合，啊，我适合什么？我今晚我要修正，讲来看慢嘞，因为安怎你知无？很多人都提醒我跟我先生的对比是什么？你知无？我那咧行哦，我往前咧讲，伊那咧倒退路哩，啊，我咧那冲天炮一直冲起，我两个个性哦，真的是不同的典型呐、啊。但是今天能够生活在一起哦。这是磨练过来的，不简单的，就是真的很多人都说我做事情很积极，确实，如果是我今天是身为男生的话，敢讲实在话，可能我在事业上应该有一席之地。我刚刚这样跟大家说，这不是骄傲，这不是臭屁，这是个性啊。如果但是今天很可惜，我就先做男生的人家，他也说我人家做不断不对去啊，没办法，可能我精神、哦、做了不好，天性，天性，天性，再来做查某，我听讲做查某要减寿五百年，哇、哦，这五百年，拄则伊咧讲的，迄什么什么模型啊，寿一千年，寿一千年，等出来外口，佫想要丰收，哎呦，不输，真的是一个典故故事。啊，就讲吼，能够吼，转世为男生，其实真的是吼。人咧讲，这是古早人咧讲诶。我即卖现代吼，哦，做查某嘛足荣耀，你知无？你看，家看看咱清水吼，学府里面有多少小学的学府拢查某好滴。所以吼、哦，真正吼，
查某的吼，那会当好我做好我迄落吼，其实到后来真的是一层，他们都是一步一脚印起来，吼、哦、啊，所以讲一句就是讲，不管你生为男生或女生，只要你脚踏实地，知道上进，知道提升自己，总是会有机会啦，吼、哦、啊，即马就是讲。讲来讲去的，伊讲要讲相处的之道，夫妻的相处之道。我卖讲白了，我讲我两个讲，我先消遣家己啦吼。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急，我的个性比较急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吼，讲的不好听。啊，不好听，可能伊咱的一个讲用迄个气较悬，要甲压倒来吼。啊，有时阵有哈，有时阵是反效果，足可怜的，伤着家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你认为说自己我是讲了就有力的哦。人讲哦，有一句话吼，实在讲哦，得老人处且老人，这就是意思讲，虽然你讲就有力的哦，不过有时阵吼，你的理由来讲，对他来讲是不觉得有道理的。啊，人家这就是个人的角度不一样，伊就伊安尼做着，啊，我认安尼我安尼做着，啊，就开始底下相争咯，啊，底下相争变安怎？哇！啊，输都钱啊，你嘛是输啦。啊，气输你嘛是输啦。啊，这种时阵就是我意思讲，啊，无，还是过，还是安怎？还是静下来，把心沉淀下来。一个家庭要安怎会当讲安尼？要安怎会当讲安尼和平相处吼？这是就是讲吼，这是一个家庭的必修学问，这是不简单的啦，真的不简单。哦、所以有的人在讲吼，读册读足悬的，社会的教育学问这一本是很重要的。啊，这种学问吼、哦，没有毕业的，绝对是没有毕业的。啊，不要那讲学问表面，就是讲像咱阿恁大家相聚在一起吼、哦，你学到黄董讲的那个内容里面，你镜子照自己看看，我是这样的人吗？啊，我做得到吗？哦、啊，我们的理事长所讲的，像伟然跟我这里对号入座。其实对号入座并不是不好，是给自己在学习的机会、检讨的空间，没有错。那是开玩笑啊！为什么啊？伊咧讲话用慢慢啊、慢慢啊，有时我就想要讲屁股甲拍，伊嘛讲较紧一丝仔。我的动作就是安尼，你知道无？啊，我若讲足温柔，甲是无闲我。你随便我若讲我较干起来慢慢来，你随便嘛讲个，哎，那有闲力啦！哎呦，其实吼、哦，这是真的有影。啊，就讲阿妈，我一个嫁一个啦。一个教一个，真正是我感觉足奇怪，这是绝配。啊，咱若当相处，但互相容忍，互相退一步。你较慢嘞，你个性较慢嘞，你较紧一丝啊。我个性较紧嘞，我较慢一丝啊。脚步调整，心理调整。所以你看现在的婚姻，你看现在的，你看很多离婚率那么高，那就是无适应能力，抗压性不够。吼、哦，所以我们身为我们这种年代的人吼，假使话咱爱有家己个人，爱较盼望我嘞，咱就有抗压性。我们都很能够容忍对方，哦、所以咱的七星道就是一个六字真里面都是包容，这个包容哦是用嘴讲就简单嘞，无简单做啦，真的很难啦，迄是神在做的啦，吼、哦，啊，咱秘书长我都甲看看，伊实在足厉害，吼、哦，你讲伊神啊，或者是人啊，吼，总是他就是在做，吼、哦，啊，伊常常甲大家讲，讲吼，讲哪会当伫身躯边学会着伊，伊是安尼讲较袂，伊较袂安尼讲，就是我的感受，能够跟着在他身边学习一点一滴吼，你在家里是受用无穷，真的受用无穷。就简单嘞，今仔伊在做拢做大家啊，若阿袂做大家吼，伊就先甲伊上一种大家的课，要怎做人的婆婆，吼、哦，伊看到人就该当安怎做，所以他的意思说，每一个人要扮演你的角色。你是妈妈角色，你就扮演然后；你是媳妇的角色，你就扮演然后。你像阿德阿妈讲，你来看这对少年啊，年轻恩爱情侣，敢那情侣的恋爱情安尼的时代哦。迄种讲伊阿妈某人手牵手，人嘛无必死。哎，伫森林有没有死哦？那手牵手的吼，人讲迄不是阿妈某，迄大家人的足直接，面对的足厉害。吼，啊，那像这对阿妈某是那足恩爱，他们就是很珍惜当下，吼。啊！伊伫要做大家啊，人秘书长就该上一个课，要做大家的课。哎、欸，你有欢喜无？你会跟秘书长做啰嗦的无？我感觉伊听到真欢喜的。哦，而且就是要建立家庭的基本基础条件。啊，伊娶伊个未来媳妇啦，我看媳妇嘛听到真欢喜的。
哦，按照这种的家庭哦，生活在一起绝对是一百分。如果你有按照理事长这样做的话，一定满分，满心欢喜的心，哈、哦，阿弥陀一念一念未来的媳妇，等阿弥引，好像有未来的希望，好像觉得说，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你找到这样的婆家哦，就好诶，哦，刚刚你哎，今天娶人咧等哦，人咧等啊，我看得出来，这是真的，哦、所以就是讲。这个相处之道的时候，我们一点一滴，我们从个人的身上里面每个优点跟缺点，那个优点的扣起来，这是老套常常这样讲。但是有简单哦，要改变个性哦，不简单呐、啊。那我们夫妻修得同床什么？同床。同床都遐简单哦，迄个搬家哦，老会老弟哦，迄卡哦是他家老会老弟，真正不简单。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离婚那么高？就是因为没法容忍对方，真的不简单。那要经过那种考验，那还得有的考验、啊、所以一个家庭社会那么乱，离婚那么高，跟这个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身为这个一个 家庭的一家之主的话，我感觉说我们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每一个有使命感，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你当下身体够用，你才有法度去行使你的使命感。你是怎样有力无？有力啊！啊，来变相就是一个基本条件。我讲到这句话，就是要给咱鼓励一下讲，你的水某无简单，因为安怎讲，你随便请讲，伊这个下环哦，这个金块是卡在大卡，你要甲顾好，就是这两支金卡，这两卡金卡，你要甲顾好。伊若要来，你袂使讲唔好哦。哦，真正伊若果要来哦，今仔虽然听安尼哦，我感觉有较欠伊了，不要紧。今天是第一步，第一步跨过去了。将来每个礼拜最少来一次，联票要甲买落。我今仔甲鼓励联票，伊就讲再搁看卖啊咧。啊，我希望大家拢甲鼓励来。伊这两阿婆介绍到底，足趣味，我那拢是为人咧付出咧。伊伫移民协会吼，要做这个会长是付出偌济，你知无？我看咱的理事长你家己满意个，我讲到这，谢谢各位。因为咱这个吴校长实在真福气，当初唔知安怎样啊娶，有法度娶到这个这么孝顺，诶，这个某该帮助有够多，伊的精神实在是咱家庭辈太坚强，搁太坚强。我定定咧甲讲，你是大波个性，干那一项，人家。带唔到，伊这就是啥，大家都安尼哦，伊就是大波连啊，大波连，啊来出事做查某，两件站唔到，所以各位，咱大家这个家庭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实实讲，甲咱即久的这年代，真正这样。真正咱爱做什么？时时刻刻爱去充实家己，去吸收面啊才够用。咱们是岁少年，拢伫商场社会里边奔波，今下呢有这个机会，听人咧讲一寡个人经验，个人经验咱也听着有路用的物件。提转个咱兜，有机会就用得着。咱即摆一件是来做一件啥物，就是再教了。咱即个年岁嘛，袂使认为讲咱老啊。咱的智慧，咱的观念，一定要搁再开发，才袂让这个时代潮流淘汰。比如讲，三外人啊，我即马按退休十多年来，就太子间，大家都伫个斗阵看出侪。我虽然讲无读册，唔过呢，我的老师太侪，逐日都有博士甲教授，啊来伫遐伫个甲我上课。我捌拄着一届，八个教授来太子间，伫遐伫甲我上课，八个拢教授。啊，咱两家就静静啊听，伊教授唔知要读偌济册的经验，啊，咱点样静静啊爸爸听，爸爸好，可比一寡有路用的物件。
比如讲，较早台电中部地区一个主任，差不多70岁左右来开酒店。我讲问讲，哦，啊，你即摆有通做台电中部地区的主任，啊，你当初教育程度唔着足悬，伊台中是四大拢好嘢人。伊讲当初就是读成大，台南的成大毕业，毕业了后去台电上班。啊，伊问我讲，啊，我读啥毕业？我讲我国民学校3年毕业。伊讲好，你国民学校3年毕业，哇！毕业了后就是社会一个打滚。伫咧吃苦，伊安怎讲呢？伊讲，阮虽然讲读到现代大学，年纪上近要30岁，才出来社会伫咧奔波，伫咧吃苦。哎呦，你这你三，国民了3年，你就大学毕业，落社会伫咧奔波。哎呦，我哪得你个着？我最近嘛，你现代毕业的，台电中区的。高级主管呢？伊讲读国较大，都等你袂着，你18岁啊就伫社会就伫吃苦，啊，阮读啊到20、30岁才落来社会，都你袂着。咱即个是媳妇的即个经验，媳妇的经验。比如讲像黄董的，伊最体面有法当做啊安尼，伊就喜欢那个社会打滚、吃个苦、奔波的经验。啊，这样在哪里？所以呢，社会的教育非常重要。所以我是在这边呢，那个拄着大个外国的来遐，啊，咱就学了足多的物件。比如讲，头我伫遐做咧运动，就接着是通电话，结果是通电话都会卡了呢。依然，一个大师级的哦，不在于细节。伊无法度通处理个，啊拜五师，叫要来拜托我，即个是大师级个哦，伊有法讲我小事咯，啊，我那会晓讲面相，啊会晓讲安怎，啊结果即个大师我在伊个信徒，四下来，要来太师爹，请我，讲早起朝10点就要到位，所以各位咱来知影。咱有咱健康的力量，各自吃各苦的经验，啊，咱若有机会，啊，就传达给别人，去吸收，去鼓励别人，让别人有法度通开发一个伊生存的这个路线。咱就是要做这款的这个工具，啊，咱一定就爱去吸收，去学，才袂让人看咱时代倒袂着。所以我感觉我电脑里问我家己，我绝对袂退步，因为我想法吸收，吸收起来有路用的物件，搁卖钱，搁比钱，搁传达给别人知影，这就是啥？一般咧讲的是句话，培功立德。你若有咧培功立德，有咧鼓励人、关心人，啊有咧教是会晓听话，无论倒一句话。人讲什么要惹咱生气，咱若生气就无用得。伊咧讲什么话，伊是认为我伊讲安尼对。啊，咱听到的人会生气，就讲咱的角度看了偏差。伊会讲的遐认为对，伊才要讲出来。啊，咱看了讲安尼唔对，听了唔对，人甲生气，甲反驳，就是咱袂用得。伊讲安怎？咱另外一个角度符合伊，唔则是句话拖沓一票。阿妈报道是，比如一个咧，翁较欠，某若甲翁建议讲，下个月咱十个月吃牙了菜，你做翁的那个，你吃牙了都吃吃不了，安尼哪用的？这错误。啊，你讲哪个用？你讲好哦。哎呀，我嘛想顾我家，想不家，好、哦。
啊，讲的人就欢喜讲，哎呦，安尼通过要买啊，甲物件面讲安尼要买哦。但是，咱这四个人，一只鱼啊，上大只也袂了。咱来买一只土鸡啊，又缩缩的，安尼好无？袂少钱，投他一票。啊，比如人客要甲咱买物件，那个咱嫌买来贵，啊，袂就对哦。你感觉贵，你才讲袂贵，听袂到。那咧嫌贵，你要哪在用？是啦，唔是干那个咧嫌，这啊，你咧插花功夫无同款，你咧花来源拢无同款，那咧嫌贵咯。是啦，唔是干那个嫌，啥物人嘛咧嫌，唔孤单是好朋友呢。啊，我为着要甲你服务，你要需要，我就一流的插花师傅，我亲身落插呢。啊，我这花就是万年草叶。别人的花园是冻一礼拜，我这插了桶就冻两礼拜呢。啊，我全部都足贵，啊，剩下点都少，安尼袂受气，就叫做投他一票。互人听了，若会欢喜的话，咱讲话若互人听了欢喜，就是讲到一件。咱讲话若惹人受气，就口业一件，安尼两样。所以今日欢喜，咱这古语。今天也无要讲话，一个学几礼拜啊，啊，才有发言的机会，哦，啊，咱即马已经时间差不多啊，啊，互咱这个主持大师来做一结束，哈、哦啊。大家有的要上厕所了，刚才哈，我简单讲一两分钟的，啊，这里搁介绍咱这个清波，这个非常尊敬的家长。过去伫大寿国小，阮就去演啊。伊对于大寿国校的贡献，啊，他对这个海滨立协会，即摆已经比台中市立协会哦，伊拢出资出来，啊，伊个人说到就做到，伊若做得到，伊绝对会安尼做。啊，刚刚静怡有介绍，他是渔民协会，伊是迄个为迄拖海的人服务，毋是咧刷去外国迄渔民哦。哦，迄种无，迄种爱提钱去外国寄，就当移民啦。哎，感谢姐，那么再次感谢我们很多哦。今天静怡给我们泡茶啦，哈、哦，啊，搁这个阿德的当牛啊，听讲看你笑脸就会做大家哈、哦，非常的羡慕哈、哦，恭喜哦。那我们吴校长讲出他的对教育界的哦真踏踏实实的实务经验哦，学者伊无重要个迄种。你刚才要告诉你呢，哦，他没有实际操作。那么我们理事长看看姐姐，以国小三年级，但是不会输三个博士。那么最后我用这几句话，哦，我们相逢就是要许眼，哎，秀眼呐、啊，珍惜才会成永远。那么每一个人都活在记忆里面，他让我们的生命串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生命的旅程中，无论他的记忆是美好或是挫折，都是增添我们大家一辈子日夜岁月身心灵的泉源与力量。人生像舞台一样，上台的时候得意风光，但是要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感。每个人眼光看得要远一点，扮演任何的角色都要以主角的心情来尽力的演出，表现出刚好，刚刚好就叫得体，当然能够更出色，这就是成功。成功是不是是非题啊、哦？那么最后还是要以非常无尽的疼爱、包容、关怀的这种心声，祝福各位好朋友们分秒时刻幸福快乐福禄寿。再次祝福，谢谢你们，谢谢。